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参加全球年轻成人祈祷会。我们的转播现场是杨伯翰大学夏威夷来耶分校的肯隆活动中心。我是夏威夷来耶年轻单身成人第二支联会的支联会会长比利海西。我们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会长罗素立尔逊会长，亦都感謝立爾遜姊妹今晚可以陪同佢出席。稍後我哋將會介紹今晚嘅演講者立爾遜會長夫婦。我哋好高興喺台上列席嘅楊伯翰大學夏威夷分校校長約翰譚勒校長同埋佢嘅妻子蘇珊，福音進修班和研究所的行政主管查德偉伯兄弟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夏威夷本地的70元阿雷歐拿長老和他的妻子達勒尼，教會教育機構主任委員金恩克拉克長老和他的妻子蘇。今晚的演講者立爾遜會長夫婦和我的妻子克拉尼，還有很多年輕單身成人支聯會的會長夫婦也都列席在台上。唱诗班和会众会一起唱圣诗选辑第十首，感谢神赐我们先知，为今日这个祈祷会掀开序幕。我们感谢约西肯隆的协助，为我们担任音乐的指挥，由杨森担任司琴。唱诗之后，夏威夷来耶年轻单身成人第二支联会的其中一位长老第一组会长小粒员托也将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Most graciously,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今日嚟到你嘅跟前，喺你面前垂下我哋嘅头，献出我哋真诚嘅祈祷。我哋感谢今日有机会聚集一齐，去聆听同埋从纳比逊会长嗰度学习。我哋知道佢系你嘅使徒，我哋好感谢你嘅先知多马马孙会长同埋佢嘅资历，同埋十二使徒定额组，同埋教会里面嘅领袖同埋成员。父王，我哋好感谢有复兴嘅福音，同埋地面上有圣迹。祈求你祝福我哋都能够帮助我哋同埋巩固我哋嘅见证。我哋都好感谢所有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请你祝福他们。父王，我们谦卑地祈求你去祝福我们都能够受到启发和谦卑，去接受来自你的信息，和学习和运用将会学到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父王，我们也都祈求你祝福今天这个转播能够顺利和安全地被转播去到世界各地，等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都能够学习和听到这些信息。父啊，祈求你祝福纳比逊会长，亦都很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我们非常爱你，父啊，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日下午楊伯翰大學夏威夷分校音樂會唱詩班和我們一起出席大會，他們將會為我們獻唱萬福源頭歌，由米吉勒·貝爾納指揮，斯考德和史黛希·麥克瑞擔任伴奏。獻詩之後，我們很高興將會先聆聽到溫蒂納爾遜姊妹的講道，之後會由納爾遜長老為我們講道。納爾遜會長的講道結束之後，会众将会献唱圣诗选辑第29首《破晓天明》。受会祈祷将会由夏威夷来耶年轻单身成人第二支联会持续会会长伊莎贝尔·哈维亚担任。现在我很荣幸能够介绍今日下午的讲道者。罗素·纳尔逊会长于2015年7月15日蒙安纳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他在1984年4月7日蒙召唤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他和他已经过世的前妻丹尤·维特有10名子女、57名孙仔女和93名曾孙仔女。纳尔逊姊妹于2005年2月过世。纳尔逊长老在2006年4月和温蒂华生结婚。和纳尔逊长老结婚之前，纳尔逊姊妹是婚姻与家庭治疗系的教授，任职的最后13年是在杨伯翰大学。纳尔逊姊妹曾经担任支联会持助会会长、支联会初级会会长和福音研究所的教师。他出生于加拿大阿伯达省的雷蒙，父母是连纳德和罗拉华生。唱诗班现在会为我们献唱万福源头歌。Streams of mercy.
choir, thank you so much. 歌詩歌班真係好多謝你哋咁美麗嘅詩歌，真係係個好好嘅開始。親愛嘅兄弟姊妹，好高興喺呢個安息日同你哋一齊。我哋愛你，我哋信任你。喺我提出一啲建議嘅時候，我祈求你會選擇去邀請聖靈嚟教導你。一陣間你會聽到好，我想第一，我想同你祝大家新年快樂。在暫新一年，你們有沒有立什麼新的目標，還有有沒有人已經有一半目標沒有達標呢？你想不想在一年成為最好的一年，比過去更有恆心去達成你最想要的目標呢？我想說一個我相信能夠幫你在這一點可以得到成功，看看你看不看到以下故事有什麼共同地方。想像一位婦人，她十二年罹患無藥可醫的病，她伸出手去觸摸救主的袍子，這個是她唯一可以得到醫治的機會。想像一位在不士大池的男士，她38年來受到疾病的煎熬，沒有一次趕得及走入那個能夠醫好她的池。想像一下救主的門徒在他小漁船上被波浪擊打，在生死關頭那一刻向救主叫喊，我們喪病你不顧嗎？這些人有什麼共同點呢？他們有迫切的需求，急切地求救主醫治他們、援助他們、潔淨他們、引導他們、保護他們和拯救他們。他們迫切地開求耶穌基督幫他們做他們自己沒有辦法達成的事。每一位都迫切地開求在自己的生活裡面有救主的力量和能力。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你可能迫切開求做好功課，因為要交了，或者已經過了期。可能你迫切地想有个真正了解你的人，一个真正爱你和为你着想的人。可能你目前很迫切地想入大学找到一份工，或者在找到容身之所，迫切想认识新朋友和找到你的永恒伴侣。好消息就是这份迫切的渴求是一种非常好的推动力。先知约瑟斯密在利伯地监狱那个时的经验，他是迫切地渴求啊，他问神啊，你在哪里？到几时啊，主啊？正因为这份灵性的迫切需求，才获得这个福音期里面最为崇高的启示之一。当我们迫切地寻求得到天上的指引的时候，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和上天调和一致。当我们迫切希望有健康的体魄的时候，我們會找到明智的飲食方法，無論是吃什麼吃什麼，我們也想辦法去做運動。當我們迫切需要錢的時候，我們明白要實踐恆久的理財方針，還有去奉行主的財務計劃，即是十一奉獻。看看喬治肯倫會長對十一奉獻的看法，當他還是你的年紀的時候，他非常貧窮。當他的主教說他給的十一奉獻的錢太多的時候，喬治說，主教，我不是給的我目前賺到的十分之一的錢，我是給我想賺的錢。第二年喬治正好賺到他上年所給的十一奉獻的銀碼。如果我們盡量成為我們理應成為的人的時候，我們的視線會改變，我們會從敵對者的狡猾設計的靈性失憶中甦醒，我們會以前所未有的觀點去看待自己、他人和我們的生活，俗世的樂趣和娛樂會變得荒謬，甚至可能是靈性上的險境。我們會看出那些使我們忘記我們真正身份和目標的引誘、敵對者的陷阱會原形不露。我們會改變怎樣運用我們的時間，花時間在念書比不上去聖殿更有吸引更我們的力量。我們會更想認識主在祂神聖屋宇裡面教導我們的永恆真理，多過在社交媒體上通常都是油腔滑調、麻木頭腦的聳人的聽聞。有一位楊伯翰大學優秀的女同學這樣跟我說，她發現她的自信和開心程度跟她在社交媒體上花的時間有相反的對比。她
減少在臉書和推特的時間。他說，我發現我有更好的想像能力和更清晰的頭腦去沉思，我和其他人有更深度的對話，我可以更強烈地感受到聖靈在我生活當中，這些是我可以渴求的東西當中最美好的事。当我们尽力成为真正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正义地使用科技。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鼓励你上教会网站，在 lds.org 那里学一下。当我们尽力成为我们理应成为的人，即是耶稣基督真正信徒的时候，我们会获得勇气和决心去除去一切生活里面不神圣、不纯洁的事物。我们跟从着领导的忠告和意愿会增加，我们会寻求和渴望去跟从这些忠告，经文成为我们寻求答案的可靠来源和安慰。我们无需再次常常在网上找，你们愿不愿意做一个为期三日的实验呢？每日跪低去感谢天父赐给你经文，问他一个你当日需要获得答案的问题，在你研读经文的时候祈求圣灵同你一起，然后翻开经文到任何一页，一直研读直到你找到你的答案为止。试下三十日，试下有什么事发生。当我们尽力成为神需要我们成为的人的时候，我们辨认出那些阻止我们前进和不必要的重担，那些重担可能是坏的选择和命悔改的罪所带来的灵性痛苦，那些未曾悔改的罪就好像磁石一样吸引更多的罪。如果你要悔改，现在就要开始。当我们好像拉摩那王的父亲一样弃绝所有的罪，包括我们最喜欢的罪，我们不会再拖延，不会再尴尬，我们会愿意，会用尽全力，甚至即刻去找主教来帮我们去完全这样悔改。在这个世界很少东西是有真有保证，只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保证，就是如果我们真正悔改，救主会彻底洁净和医治我们的。我慈爱的兄弟姊妹，终于有一天，你和我都会这样。我们当我们悔改，祂赎罪的力量就会洁净我们。好的，长老说，他赎罪的恩典使我们得以称义，并且能洁净我们，就好像我们从未屈服于罪，从未向诱惑让一步。兄弟姊妹，我保证这个是真实的，无论严重未曾悔改的罪，亦或是前途不忧的绊脚弱点，每个人都需要救主的帮助去成为我们理应成为的人。没有祂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做到。救主已经付出了所有我们需要的圣灵恩赐的代价，现在是视乎我们肯不肯虔诚地去找出那些恩典、那些恩赐。我们可能需要自律或者开朗的恩赐，可能是耐性的恩赐，或者是将性的感觉变得能够与永恒律法和谐一致的恩赐，或是因为他人的罪而寻求医治和宽恕那个人的恩赐。我们每一分钟不需要有耶稣基督不可动摇的信心。当我们迫切地寻求圣灵的任何恩赐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尽全心全力去为那样恩赐而祈祷。每一个我们得到的灵性恩赐都会带我们向真正的自我万步前进。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爱你们。事实是我们有一天都会和救主有个面对面的面谈。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做一切令到我们准备好的事情。在我总结之前，我想问你，假如间你们知道救主已经在第二次来临的已经来到重返这个世界，
在这个伟大的聚会里面，他已经会见了一些他真正的跟随者，而整个世界包括 CNN 和博客都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救主已经来到这个地面上了，你有什么会迫切这样在今天做呢？有什么你会准备好在明天做呢？我祈求在今年你们会有迫切的渴求的痛苦时刻，来推动你在这条道路上向前迈进，等你成为你理应成为的男女，不要退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My dear broth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新年真是一个充满事件的一年。一开始，温蒂和我已经和我的姐姐玛杰利道别，她离开了这个前世。我们亦都欢迎了两个 BB， 韦特理察柯克和以撒罗素麦当劳加入我们的家庭。现在我们亦都有幸和你们这班在全世界各地的优秀的年轻人讲话，我很感激可以和你们一起。我深深地感谢温蒂的重要信息和他启发人心的榜样。我亦都衷心感谢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金恩克拉克长老和他的太太苏，以及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的行政主管查德韦伯和他的太太克里斯蒂的出席。我代表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将他们的问候和爱带给你们。我们很感谢你们对主和他复兴福音的忠诚，我们很感激你们每次站出来为真理发言，特别是在一些不常见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人称呼你们为谦卑的世代，当那些学者用这个词语去称呼你们，同埋说明佢哋对你哋嘅研究发现，提及到你哋嘅喜好、你哋嘅感受同埋倾向、你哋嘅长处同埋短处嗰阵时，我要承认我内心唔系咁舒服。佢哋用谦卑世代呢个词语嘅方式令我感到困扰。坦白讲，相比于主同我讲关于你哋嘅事情，我对嗰啲专家所讲嘅关于你嘅事情比较不感兴趣。当我为你们祈祷和求问主祂对你们的感觉的时候，我有一些和那些学者所说的东西很不同的感觉。我得到关于你们的属灵感觉，令到我相信谦卑世代一词其实完全和你们是相配的。但是就有和那些专家所理解的很不同的部分。如果谦卑世代一词可以提醒你们，你们真正的身份和你们人生真正目的，那这个词语就完全和你们是相配了。一个真正的谦卑世代是在前生那时接受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和我们的天父立了约，在世上会做勇敢的事情，即是有道德的勇敢事情。一个真正的谦卑世代是神对他有足够的信任，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令人关注的福音期之中被差遣到世上的人。一个真正的谦卑世代是现在生存着，要协助准备世人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和他千禧年的统治。不要有任何的误解，你的出世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千禧世代。
个问题是你怎样可以站出来呢，并且成为一个真正的千禧世代呢？我有四个建议。我第一个建议是去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花时间虔敬地思考以下的事实。第一，你是神精选的儿女。第二，你是照着祂的形象而创造的。第三，你在灵的世界接受教导，为了你在这个后期时代的后期阶段要面对的任何一件事情作好准备。这些教导持续在你的心中。我们生活在第十一个时辰，主已经宣告这个是祂最后一次召唤工人进入祂的葡萄园，在大地各方聚集选民，而你是受差遣参与这个聚集工作的。我一再亲眼目睹，当真正的千禧世代带领其他人认识真理时，他们的强大影响力。这个是你身为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和目的的一部分。几个月之前，我和温蒂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有一个非凡的经验。我们在预备日游览伊尔库茨克，同行的还有传道部会长葛利布林顿、他太太莎莉和他的儿子蔡姆。他在俄罗斯传完教，我们到访美丽的贝加尔湖和湖岸边的市集。我们回到他的车的时候，发觉蔡姆不见了。隔了一阵，他同一个叫做亚伦蒂娜的中年妇女回到来。瓦伦蒂娜用她的母语俄文很热情地大声说，我想认识这位年轻人的妈妈。这位年轻人是几咁有礼貌、有智慧和亲切，我很想认识她的妈妈。蔡母是充满光芒的面容吸引住这个瓦伦蒂娜。蔡姆向他父母介绍了亚伦蒂娜，给了一张关于救主的传单给他，以及安排传教士拜访他。当传教士带了本《摩尔门经》拜访他的时候，他答应会去阅读。有几位在同一地方工作的妇女都对亚伦蒂娜得到的这本书感到 很有兴趣。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最终是怎样，但是由于蔡姆散发出独特的光，亚伦蒂娜和他的朋友有机会认识到福音。就好像蔡姆一样，真正的千禧世代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份，他们是耶稣基督虔诚的信徒，很自然地把握每个机会去帮助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救主的千禧年的统治。所以我第一个建议是要了解真正自己的身份，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问你们的天父，他对你们和你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的感觉是怎样。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到求问，经过一段时间，圣灵就会向你低语，令你知道改变生命的真理。你们要写下这些灵感，以及经常拿出来检视，然后确实地跟着去做。我应许你们，当你们开始明白少少天父是怎样看待你们，以及他期望你们为他所做的事的时候，你们的生命就会从此不再是一样。我第二个建议是期望和准备好去完成不可能的事情。神一直都要求他的约民做一些困难的事情，由于你们是遵守圣约的神的儿女，生活在后期时代的后期阶段，主会要求你们做一些困难的事情。你们可以肯定亚伯拉罕一般的考验并没有在亚伯拉罕之后而停止的。
我明白要做一些超乎你们能力的事情是几咁令人不安。当芬塞金会长去世嗰阵时，我成为咗十二少年团组成员，只系有19个月。太福彭宣会长安立为教会总会会长的第一个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一组的会议之中，彭宣会长给了特定的指示。他给我的指示包括：纳尔逊长老，你要去开启东欧国家为传播福音之地。当时是1985年，是政治局势紧张，我们称为冷战时期的时间。不单止有一幅墙确实地分隔了柏林市，就连整个东欧都受到共产主义枷锁的压迫，教会被关闭，而宗教崇拜亦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我的职业生涯很多时间都是花在开启心脏去施行拯救生命的手术上，但是我没有经验去令我相信我能够开启国家为传播福音之地。但是一位先知给了我一个指派工作，于是我就着手开始做一件似乎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由那刻开始，阻碍我的事情就发生在我面前了。我到达的大多数国家，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即使我可以找到适当的政府官员的名字，但是会议在最后一刻取消或者推迟都是不足为奇的。在一个国家，当一个约会推迟了两日，有些诱惑就会刻意放在我面前来到考验我，包括进行黑市外币交易的陷阱，以及其他的非法的活动。好彩我没有参加到这些。其中有一次是一个会议开始就要求我立即离开那个国家，但是主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事工。我很荣幸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的展现。这些奇迹经常只会经过我尽力思考，尽我所有勇气 的努力，以及为了工作而做最恳切的祈祷之后而来到的。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前，教会在某些国家当中已经得到认可，有些国家就迟少少。在1992年，我可以向彭宣会长报告，教会已经在东欧每一个国家之中成立了。一个真正的千禧世代是主可以倚靠的人，你都会创造历史，他会要求你接受具挑战的指派工作，成为主手中的工具，而他会令你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事情。你们会怎样完成不可能的事情呢？透过你们竭尽所能地巩固你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透过增进你们对他复兴教会所教导的教义的理解，以及透过努力不懈这样寻求真理。身为一个建基在纯正教义的真正千禧世代，当要求你去做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怀着信心向前行，努力坚持，以及高高兴兴地做一切你能力范围内的事，你都完成主的目的。你们会有完全沮丧的日子，所以要祈求获得不会放弃的勇气。你们会需要这股力量，因为成为一个后期圣徒会令你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不幸的是，一些你们认为是朋友的人会背叛你们，而有些事情就只会显得越来越不公平。
但是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跟随耶稣基督，你们会找到持续的平安和真正的喜乐。只要你们逐渐确实地遵守你们的圣约，同埋只要你哋今日捍卫神喺世上嘅教会同埋角度，主就会祝福你哋，让你哋有力量同埋智慧去完成唔可能嘅事情。我第三个建议系去了解点样去获得天上嘅大能。我哋每个人都会有疑问。尋求學習、了解以及認識真理是我們塵世經驗的重要一環。我人生大部分時間都是進行研究工作。如果你們提出受靈啟發的問題，都會學得很好的。現在你們當中有些人正在疑惑自己的人生應該做些什麼，有些就可能想知道你们的罪是否已经获得赦免，而大部分的人就想知道你们的永恒伴侣在哪里和是谁。如果你们没有这样想法的话，就应该要想想了。你们有些人可能想知道教会做某些事的原因，或者你们有很多人不清楚怎样获得祈祷的回答。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随时准备好透过圣灵的施助去回答你们的问题，但是你们要学习怎样符合资格去接受那些回答。你们可以从何着手呢？可以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神圣的地方。圣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教堂都是，因为你们每个星期日都会在那里订立新的圣餐圣约。我邀请你们将你们的住所、宿舍、屋企或者房间都成为神圣的地方，让你们可以安全地远离世俗的黑暗的骚扰。祈祷是一个关键，祈求让你们知道什么不要再做，什么要开始做。祈求让你们知道要在你们的四周环境加些什么和减些什么，令圣灵能够充分地和你们一起，要向主祈求获得辨别的恩赐，然后要努力地生活配称而接受这个恩赐。这样当一些令人困惑的事情在世上发生的时候，你们会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要怀着爱心去服务，为失去方向或者灵魂受创的人献上爱心的服务，会打开你们的心扉，接受个人的启示。花多些时间，更多的时间在那些有圣灵存在的地方，即是说用更多的时间和那些会寻求圣灵同在的朋友一起，用更多的时间跪低祈祷，更多的时间研读经文，更多的时间做家谱事工，更多的时间在圣殿。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持续不断慷慨地给予主你们部分的时间，他就会加倍你们其余的时间。我们支持15位蒙安立的人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当棘手的问题发生的时候，这些问题似乎只会每天都越来越棘手。这15位兄弟就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去搏斗，尝试去看透不同行动所带来的所有后果，而他们很努力地寻求聆听主的声音。当我禁食、祈祷、研读、沉思和和我的总会兄弟商议重要的事情之后，在晚上我通常会起身继续思考我们关注的事情。我的总会兄弟都有相同的经验。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定下组一起商议和分享所有主已经指示我们要个别以及一起去明白和感受的事情，而之后我们会
睇到主影响教会嘅总会会长，去传达主嘅旨意。呢个透过先知嘅程序，喺2012年就变更咗，要成为传教士嘅最低年龄。亦都因为喺某啲国家同性婚姻嘅合法化，透过呢个先知嘅程序，教会嘅指导手册最近新增咗一啲部分。我哋对所有人，特别系小孩，充满住怜悯。我哋喺呢件事情上用咗最大嘅努力去明白主嘅旨意。我哋时刻记住神嘅救恩计划，同埋佢对佢每个儿女得到永生嘅希望。我哋考虑到有可能出现嘅情况嘅无数嘅可能性。我哋喺禁食同埋祈祷中，多次喺圣殿会面，寻求进一步嘅指示同埋灵感。之后，当主启发佢嘅先知多马孟宣会长去宣布主嘅心意同埋旨意嗰阵时，我哋每个人都喺嗰个神圣时刻感受到属灵嘅确证。身为使徒，支持孟宣会长嘅启示系我哋嘅特权。主对佢仆人嘅启示系一个神圣嘅程序，而接受个人启示嘅特权，亦都系神圣嘅程序。我亲爱嘅兄弟姊妹，同我哋使徒为主嘅教会获得主嘅心意同埋旨意一样，你哋都可以为自己嘅生活获得主嘅心意同埋旨意。正如主要求我哋使徒要寻求以及沉思禁食以及祈祷研读以及同困难嘅问题搏斗一样，主都要求你哋以同样嘅方法去为你哋嘅自己嘅问题去寻求答案。你们可以透过圣灵的低语去学习聆听主的声音。谷歌、推特和面书看下来好像很有帮助，但是根本提供不到最重要的答案。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你们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获得主的心意和旨意。你们不需要想你们是不是主需要你们在的地方，或者你们是不是做着主需要你们做的事。你们是可以知道的，圣灵会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我第四个建议是跟随先知。在1979年，当我担任总会主日学会长的时候，我獲邀請出席一個地區代表的講習會，當中賓塞金會長給予啟發人心的演講，是關於要開啟當時對教會關閉的國家的大門，例如中國。他挑戰我們所有在場的人要學習普通話，這樣我們就可以提供我們的專業技能去幫助中國人民。對我來說，金會長的挑戰就好像先知的命令一樣。所以我在那晚就問我太太丹柔，她願不願意跟我一起去學習普通話。她答應了，那我們就找了一個私人教師幫我們。當然我們沒有學很多的普通話，但是足夠令我在第二年在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当中，当我接受邀请到中国担任客座教授去教导开启心脏手术的时候，令到我有更有信心去接受那个邀请。六年之后的1985年，在我蒙召唤到十二使徒定下组之后的一年，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紧急的电要求，要去中国为他们著名的京剧明星施行心脏手术。他是整个中国的民族英雄。
我解释我全时间的教会责任令到我无办法去来到，但是在中国的医生恳请我即刻来到施行拯救生命的手术。我和我的定额组会长以及总会会长团讨论了这件事，他们觉得为了帮助中国的人民，我是应该去到中国施行这个手术的。于是我就照着去做了。我很感激那个手术很成功。顺带一提的就是那个是我最后一次施行心脏的手术，是1985年3月4号在中国济南。今次我们再去到2015年的10月，就是三个月之前，我和温蒂获得邀请回去济南的山东大学医学院。我们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得到好像中国的老朋友一般的热情款待，并且还可以和35年前我所教过的外科医生去团聚。我们那次到访的重点就是可以和那位著名的京剧明星的仔和他的孙去会面。所有这些奇妙经验的发生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听从了先知的忠告去学习普通话。先知是看到未来的，他们看到敌人在我们的路上已经放置或者将会放置令人悲惨的危险。先知也预见极好的可能性和特权正在等待那些以服从意向去聆听的人。我知道这个是真实的，我自己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过。主已经应许我们，他绝对不会让先知带领我们走入歧途。可乐里会长宣告过，你或者不喜欢由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而来的信息，他可能和你的政治立场不同，亦都可能和你的社会观相反，甚至可能干扰你的社交生活。但是如果你有耐心并且有信心地聆听这些事情，就好像由主亲口所讲那样，你所蒙得的应许就是地用的门就不能胜过你们。是的，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并使诸天为了你们的好处和他名的荣耀而震动。你们可能没办法一直都了解每一位活着先知的宣告，但是当你们知道一位先知是先知的时候，你们可以带着谦卑和信心地来到主的前面，向他寻求对于他的先知所宣告的一切的个人见证。在大约主前41年，很多尼非人加入了教会，教会因而繁荣，但是秘密帮派亦都开始增长，他们有很多狡猾的领袖隐藏在人民之中，难以察觉。当人民变得越来越骄傲的时候，很多尼非人嘲笑神圣的事物，否认预言和启示之灵。我们今天都有相同的威胁，严肃的事实是撒旦的仆人隐藏在整个社会之中，所以要很小心跟从给你忠告的人。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出世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千禧世代，你们是精选的世代，神一早已经拣选好你们做非凡的事工，去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使徒，
我而家祝福你哋每一个人，就好似我将手按在你头上一样，祝福你哋有成为真正千禧世代嘅能力。我祝福你哋有渴望同能力去学习自己真正嘅身份同埋目的。祝福你哋会期望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加以准备。祝福你们对努力学习怎样去获得天上的大能不会感到惧怕，去帮助你们解决和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亦都祝福你们要确实地跟随先知，去感受一下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心中的平安。我祝福你们去了解和感受主是几咁爱你们，同埋几咁信任你们。我在这个全能之神的神圣工之中爱护和支持当马孟孙会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间是他的教会，我们是他的子民。我这样作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好感激呢一个咁美好嘅主日、安息日。我哋感激我哋有机会喺度，感激我哋能够听到纳粹耶比逊长老同佢太太嘅教导，同埋感谢教会嘅领袖喺度。天父，我哋祈求我哋能够将我哋今日学嘅嘢付诸行动，祈求我哋能够倍添咁得到你嘅圣灵带领我哋去作正义嘅选择。我哋祈求喺我哋回家嘅路程上能够有平安，请你原谅我哋嘅弱点。我哋爱你，我哋咁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